10月21日，歌手王君馨在铜锣湾举办自创首饰品牌发布会，霍好姐妹郑欣宜和钟舒曼到场支持。作为老板娘的王君馨身穿低胸式衬衫裙子现身，大露白皙长腿，性感十足。问到老公为何没有出席这个活动，她笑言老公是怕见媒体而不敢来。我本来今天想叫他过来帮手，然后他就是也是担心就很多记者，他觉得有一点害羞，所以都没有过来。王君馨表示，近期跟老公在商讨造人计划，所以现在要努力赚多一点钱，待有宝宝之时自己就可以轻松一点。我们现在都是很努力的赚钱，就希望可以更有准备，就是有 BB 的时候我就可以放松一点，做小一点这样。郑欣宜近期忙于新歌 MV 的制作事宜，她透露 MV 里面会有很多种不同的造型，也期待尽快可以跟大家分享。很快就会推出我们的你是什么时候开始不爱我的这首歌的 MV， 然后在 MV 里面尝试了很多不同的造型，所以也很期待可以快点给大家分享。